好，所以每一本都有 CD， 这三套如果你喜欢的话，我觉得至少钱不会浪费掉。我的故事跟我的语文是我比较喜欢的，然后我的自然小书包他们比较少念，所以自然我比较不喜欢。可是如果你买书是像我一样很有毛病的话，就是套书一定要买整套的话，那我还是会建议你三套都买。然后希望这对你们就是有用哦。 OK， 好，拜拜。